你都多大了还怕疼？贝拉是吗？啊，对。贝拉是乖狗狗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。算了。扎针不疼的哦。陆医生，他情况怎么样？刚女士是吧？我填反了，刚子是我家狗。联系方式没错对的。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会有术后回访。你好，贝拉吗？你的狗在家里吗？哎呦，对不起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回去一定把它看好。狂奔5公里就为了回来骂我，挺惦记我啊！别狗叫了。我没用力啊。脑子没事，它舔了伤口的碘伏，刺激的呕吐。那就好。多久能出院啊？最好是留观一段时间。小鹿，这边有情况。抱歉啊，我去一趟，有事你先叫其他医生。好的，好的。认真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。不要骂陆医生，小黄妈妈的桃花回去扣你罐罐。这不是等着送你回家吗？